那个是流汗，然后也终于是第一次知道说第一首歌不要唱那么高的歌，就是丹老师你有带卫生纸吗？我觉得有一点太粗力了，开玩笑。然后其实这一首歌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叫小兵啊，也叫组员，他很喜欢唱这首歌，然后他有来，然后没关系，我是唱给他听的，我跟他没有关系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啊，还有接下来吗？还有五首，那就因为没有临时唱这样子，我没有临时唱。好，接下来带好想要带给大家比较活泼一点的歌。不只是在那个结尾的部分，还有擦汗的部分。